阿姨，我们来吃早食食吧。来，请坐下，吃早食。阿姨，我觉得我要吃饭在餐厅怎么样？好的，来吃饭在吃啊餐厅。邦林，邦林，你好，你好，在餐厅。我 fried rice， 我想要一羊羊，人我跟我来。伟哥，今天烧坑肉鸡。美女，谢谢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我要一杯沙爹和咖啡。我也要一杯沙爹和咖啡。好的，请稍后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请上啊。哎，对。你好，我想要免费，我请你来食堂。有没有食物？好快买，是食物好快。提供的服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提供的服务，很好。你喜欢我们餐厅的氛围吗？我们真的很喜欢这家。餐厅的氛围。谢谢你的意见。不客气。我可以多收钱的食物吗？一共20元。谢谢，谢谢，不客气，再见，再见。